不行，我们拿。手放开，手放开，里面先开一下好了。民警上前关心伤势时，闻到男子身上散发浓浓的酒味，经实施酒测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，全案讯后，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，重犯。不要再装了，这边是台湾，讲中文，并不是你的国家 ，OK？ 不要跟我装傻，这边是台湾，不是香港，这边是讲中文，不是讲英文。来，断掉了。吹气球，你会的。是你要拒测？你要拒测吗？答得出来吗？我想请问一下。对啊，你们就会讲国语嘛？好啦，你要问我，我没有说我不会讲国语啊，我可不可以？对，测完我再决定。不行啊，现在要决定。Okay.待会坐酒车，0.17以下都是劝导，哦，人车都让你离开。0.18到0.24，哦，我们车子会扣回去派出所。没有啊，来，断掉了。吹气球，你会的。不要再装了，这边是台湾，讲中文，并不是你的国家 ，OK？ 车子扣回去啊，要不要？我现在印给你。要不要撤？我想请问一下，对啊，你们就会讲国语嘛？好啦，你要问我，我没有说我不会讲国语。